耶！刚才是一个向演算法致敬的一个桥段，然后刚才录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应该 NG 了二十次吧？没有到20次啊！我怀疑我们9月19要办演唱会，没错啊，真假的？保持怀疑啊！但是上次，那这一次，保证你有机会可以去。而且木星有可能，哎呦，直接先讲我们的死者专辑。就在8月10号初会上架，然后10号可以买到实体，然后9月19演唱会简直是一个巨大疗愈催眠现场。哦，对。那票应该也卖吗？还没，但现在看到的时候已经开始卖了。好，那大家赶快去买票买起来，绝无仅有。Oh my god， 也是热门专辑，怎么样？这也是大卖吗？应该大点击，让演算法可以就是无远佛界的传送到世界各地。演算法爆掉！谢谢。